第46式，六风四臂，啊，47式单边，六风四臂和单边都是重复的动作，我们在前边的要点呢，这个实战用法，劲儿的运行，我们都讲过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重复一下，就这个重复的再讲一下这个野马分鬃，野马分鬃往这个六风四臂。 过渡的变式中，有一节这个过渡的变式是怎么过来的？我说一遍，野马分鬃，做野马分鬃，那么步是斜的，要注意这步，45度角，那么右呢，就是往右45度。 直线这个前方，往左呢，往左45度，那么说纵横一条线啊，这个是直线，那么在45度的基础上，这个劲儿左侧的劲儿列出去，这个劲儿往外列出去，然后身体放松，啪，丢胯，丢右胯，重心不变。 丢右胯放松，啪，右手合住劲儿，拉开，右手合住劲儿，然后右手经下方胯骨走往上横，经这个右膝盖，右胯前往上，左捧劲儿，捧劲儿的时候，注意左捧劲儿的时候，啪，双手相合劲儿，捧到这个左前方。 然后双手合住劲儿以后，转劲儿，转劲儿，然后蹬右蹬左脚，劲儿走下弧，先按劲儿走，一，按捋劲儿，然后身体继续劲儿往下走，走开了以后，往右侧旋转。 双手向上跨弧，合右胸，右胸前，蹬右腿可以发劲儿，哈，劲儿发出去，好，我转过来做一下，注意，左裂劲儿，身体微微的向右，微微的向右旋转一点，走右手经下，胯骨往上捧。 啊，这个吸气，捧劲儿吸，心气下沉，立身中正，按捋劲儿，劲儿往下，按捋，到重心，重心微微的往两腿之间移一点，身体右转，哎。 按捋一个劲儿，啪，又往右侧拧一个劲儿，然后注意双掌，啪，合到右胸前，蹬腿，将劲儿变出去，也可以不发劲儿，劲儿出去，我再做一下。 劲儿，再做一下，再做一次。 后坐，翘脚，转身啊，右左转身，撇脚，蹬右脚，重心前移，走，开步，好，继续按原来的方向。
捋，合劲儿，放劲儿，后坐翘脚，转身。左转身，躺趴，收腿，六风四壁。好，再做一遍。好，右转一，上棚。啊，这是这个六风四臂的定式，啊，下一个就是单边，啊，腰要放松，立身中正，腰胯自然放松，啊，双啊劲儿可以这个双掌，啊，身体微微的，啊，微微的向右转，啊，这叫蓄劲儿，啊，向右转走，好，这是一个掌劲儿。右掌出去了，蓄右掌，出右掌，掌劲会出去，啊，也可以走个发劲儿，走个发劲儿，也可以不发，啊，蓄。好，双手相扣，怀抱太极，啊，怀抱太极图，这是个太极图，让太极往外分，平行，啊，变勾手。注意当要自然放松，这个丹田劲儿要蓄劲儿，含蓄虚放松，气往下沉，开步右转，单边定式。穿梭第48式，啊，玉女穿梭。下面第49式男插衣，五十，啊，是六风四臂，五十一单边，五十二，而这个云手都是重复动作。那么唯有这个玉女穿梭，它是一个新动作。所以我们现在分析一下。玉女穿梭，啊，那么玉女穿梭，它讲究巧妙身法，啊，首先玉女穿梭顾名思义，啊，像是织女，啊，玉女，在那个织布织机上一样，那个玩弄那个梭子，很巧妙的动作一样，那么说它。如果突出了周身的螺旋缠丝，螺旋缠丝劲儿，啊，和隐化劲儿，旋转隐化，啊，这个劲的变化，化发、击打、擒拿，这里面都有一些微弱的这个微小的动作啊，它的变化很大，啊，那么说它有单边，它的前世是单边，有单边开始，啊，然后呢？立身中正，腰当放松，身法微微向右转，往右转的时候带动双手，带动双手，走，趴，手过来，这样变化，好，带动双手，走，一，拉开了，二，他往上捧，先右腿，重心移至这个左腿。
身缠丝啊，再走这个右腿。那么说前边啊，前边的变化有点像那个前边弹的那个蓝扎衣一样，但是又不是蓝扎衣。这里突出了身体左侧向右左侧变化的缠丝劲儿啊，这里有往外咧的劲儿。那么玉女穿梭是一种综合的动作，它这个代表了这个陈氏太极拳啊，主张这个螺旋缠丝这个特点，在玉女穿梭中表现的啊比较多一点啊，表现的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么说往外走这个缠丝劲儿，然后呢，蹬右腿收右腿了，收右腿开始收劲儿啊。那么说这叫蓄劲儿啊，手劲儿，手入初女，手入玉兔啊，突然手到一块了。然后呢，随身体也是啊变化，随身体向右的变化，右手再上捧，这是一个捧劲儿啊，这是一个捧劲儿。然后心气下沉啊，走这个劲儿不能扒，不能扒拉往下扒，它不是靠外在动作的，它平心静气啊，心气劲儿往下沉啊，这个劲儿是个拿劲儿啊。螺旋缠丝趴，从上到下，哎，先左翻一下，左翻趴右合，左翻右合，合住劲儿，带住下盘右腿的劲儿往上。哈，啊，跑劲儿，提膝，震脚，这么走，啊，拉开，走合劲儿，合劲儿，起，往下震脚，啊，往下震脚，这个脚是一前一后，啊，先有左脚震地，后有右脚震地，但同时呢，双手在这个中间啊，衔接到中间，双手的劲是往下沉的。那么说我把这个前面这个动作再重复一遍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开，横，心气下沉，左走右合，起，哎，这劲儿往下起，起来又往，然后往上捧，提气，提气蓄劲儿，啊，上捧，蹬脚，往外蹬，啊，上捧合劲儿，啪，合住劲儿，啊，合住劲儿，往上合，蹬脚，啊，脚往外蹬，身体往外伸展，迸发，像炮竹一样，啪，炸开一样。有那种感觉，合，起，什么收，收，啪，出去了，出去了以后往前有个穿跳，走，啪，落步，啪，这边一掌，往下一掌，啊，穿跳过来，啪，蹬脚，穿掌。这一掌，然后旋转，像苍蝇一样，啪，旋转，旋转过来，啪，接住劲儿，穿跳，蹬脚，穿跳之后，嗯，然后一掌，这一掌很重要，啊，啪，一掌拿起来，然后旋转，啪，走过来。啊，这叫玉女穿梭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正面动作的变化啊。好，提，蹬脚，蹬脚开手，哈，啊，蹬脚开手，穿，啊，穿掌，这手蹬开了以后，落步穿掌，注意这个左手。左手啪穿过去，啊，穿过去，经过这个右掌上侧，左耳、左肩、
上侧穿过去转身，啊，穿过去，这是一掌，这一掌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旋转，旋转趴，啊，然后呢，左手往上捧，右手捋住劲儿，裆要撑开，重心呢在这个右腿，走大身法，啊，把身法走大一点。刚才的是大概的说一下，啊，走大身法，劲儿往下沉，啊，看住劲儿趴，走立身中正，注意腰裆要放松，那掌呢要扶实，趴，掌劲儿要扶实，勾手要扣好，啊，它与下边的姿势很重要，要扣好，趴，重心有支撑八面的劲儿，然后提手，起手，啊，勾手往上提，哎，往上提，重心在左腿不变，往上提画弧，哎，经右侧往前走，啊，注意提手和右手往上捧，蹬左腿，劲儿在脊背，啊，蹬左腿螺旋缠丝，啊，螺旋缠丝走，往下沉，往下沉走劲儿，哈，啊，走劲儿，走开劲儿，放松，是要拉开，注意这个劲儿，啊，这个劲儿往这边往右侧走的时候不能直接晃过来，哎，必须得往下沉才能接住这个螺旋缠丝的劲儿，啪，劲儿贴到脊背，立身中正，裆要撑圆。那么下一个动作呢，是往下沉，它走侧画弧，啊，侧圆，啊，在身体右侧走个侧立圆，啊，侧立圆走完了以后，然后往下随右腿往回收，与左掌相合，啊，拉开了以后走侧往下蹬腿，啪，双手相合，啊，双手相合，左掌掌心向右，右掌掌心向上，啊，相合住，那么说右腿虚不点地，啊，再走一下，要看清楚这个劲儿，走，螺旋往下，好，虚不点地，然后身体往左往右螺旋缠丝一个捧，捧过来的时候，左脚尖随身体向右变化，哎，原地轻轻的往右侧没一点，啊，那么重心呢有一个劲儿，走，重心往这个虚部上，右虚部上打的劲儿，这叫弹簧劲儿，它有弹簧反弹，啊，的劲儿，走，好，捧劲儿，虚部，啊，立身中正，往下沉，啊，要松活，要松活。自然，丹田看不劲儿，走，把左叉往左叉一下劲儿，趴合，趴合，嗯，趴合个劲儿，起，往上起，起，啊，一脚在上，一脚在下，拉起来，起，哎，走，趴。然后再提手，螺旋，双手内合，往上举，啊，啪，捧劲儿，啊，拉开了捧劲儿，起，蹬脚，啪，往外蹬，啪，跳步，跳步往外穿，
啊，穿跳的动作，啊，穿跳的动作，啊，拉开趴，这么穿跳，也可以不走穿跳，趴，蹬完了以后趴落步，也可以走过去，啊，总之这个步伐，如果说根据的年龄。年轻的人体质好的可以做些穿跳啊，穿跳的动作，穿得越远越好，旋转身体，注意旋转，上方拉开，现在我将玉女穿梭啊演练一遍，单边现在我将这个玉女穿梭啊，它这个演练要点、练功的要点，给大家谈一下。首先啊，它这是个抽腿的蓄劲儿，也是引胯劲儿。这个引胯劲儿，虽然手是这么做下来的话，那也可以这样做，那也可以这样做。总之来说，这个手是右手管着右半边，当对方的拳走过来。趴在走高的话，那么说我就这样抽过来，如果对方的拳打低的话，趴那我就这样收过来，啊，收过来，总之来说是引胯的劲儿，趴引胯的劲儿，啊，引胯过来，引胯过来，周身要放松，如果说紧的话，人你都引不过来了，所以必须得放松，放松，注意这是个轮儿，轮儿，注意这个变化，一旋转这个轮啊，一起然后走过来哈，哎，只要请住对方啊，反请住对方哈，拿好的话从他这个腕部小臂肩，那么说三条全部能卸下来，全部能卸下来啊，注意他这个变化，这个手看住了以后，它是往里啊，往下，往下翻，啊，往下翻的，就拉开了以后往下翻。那么说这个小臂呢，往上，往外，往外滚，啊，往外看到这个劲儿，拉开了以后旋转，将对方的劲儿牵过来，啊，牵过来了以后往外翻，啊，瞪住对方的劲儿啊，他的胳膊劲儿。啪一下子就要断成几节了，所以这个劲要拿好啊，好，慢一点，让镜头看清楚一点，拉开翻滚啊，用身体合着劲翻滚也可以，哎，翻滚拉着对方，看着对方旋转，哎，很痛的，很痛的，那么这个劲呢，就是搭开，它靠的是心气啊，它靠的是心气来完成的，它不能说扒，你扒过这身体爬到他身上也不行，所以它靠的是丹田的劲儿，丹田往里抠，哎，拿下去，完了，对方就完了，所以这个劲儿很痛的，啊，拉开。左护趴合着劲儿，右开趴合着劲儿，
开，对方正痛的时候，哎，啪，下去了，看不劲儿，外翻，内合劲儿，拉开了以后，哎，这边外翻，这边内合拉着他，就起来了，啊，这叫内合劲儿，啪，外翻内合，那么也可以。从这边合，啪，这边合劲，往这边合，它就是个合劲，啪，哎，合劲，就是内翻，啪，外合，外合要看住对方的劲，这叫螺旋周身的螺旋劲，然后上提，上提劲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刚才这个上提劲可以一起到这肘。二起这个肘，可以起这个肘。起三呢，可以用手击打对方下巴，啊，击打下巴，啪，用这个膝盖顶对方的裆部，啊，也可以这么做，也可以踢，啪，踢对方，啊，是这么用的。所以拉起来以后，主要是你的周身的含劲合劲要好。啊，跳起来要震脚，震脚提起来，比如说这么提起来，这么提起来，震脚，震脚是周身跳起来了以后不是往前合的啊，跳起来一震脚拉劲，然后啪给下去了，所以说要震脚，啪一前一后，那么震劲儿，这个劲儿我只讲到这一点，啊，朋友们在练习的时候，要根据情况去练习。用不好的话，这个劲儿，用不好的话会造成对方的伤亡，啊，前面可以练习这一点呢，暂且不讲。那么合住劲了以后，震脚再提蹬脚，这一看就能知道蹬脚，对方冲拳过来。啪，蹬脚或者个侧脚，它这不一样，可以走穿心脚。看一下，拳走过来，看啪，要看住，双手看住对方的脚，手啪，蹬脚，也可以侧蹬，走啪，侧蹬，就是等到对方的拳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再出脚。如果说拳回去了，再出脚就晚了。是必须等到对方一出拳立刻出脚，啊，一出拳就出脚，哎，这个脚要出去，又属于这个连贯的了，啊，打啪拉起来了后，然后窜出去，也叫窜蹦跳跃，很多人在打，突然一转身擦跳出圈外，啊，也可以跳出圈外的意思，它属于这个。实战中的一种大身法，啊，大身法，近距离打的话，那也可以，啪，拉开一掌，这是穿心一掌，掌打到这里，啊，拉开嘛，拉开，啪，一掌穿到这里，所以也就倒步穿到这里也可以不倒，实战中都是活学活用的，啊，活用的，拉开了以后，啪是一掌，然后身体转过来。好，玉女穿梭就讲到这儿。平时在训练的时候，要一点一点的摸，啊，这个劲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它怎么什么在转？为什么要立身中正？为什么要捧？这个手现在在下边，它怎么才能捧上来？所以它身体必须得往下沉，它往下沉的时候，这个手上去了，这个时候才能捧上去。如果说这个手不下去，在下面，它怎么转成捧？没办法转成捧，它都是上下协调周身阴阳协调的啊一种方法。哎，它一下去它上去了，它不下去它没法捧上去啊。哎，这叫协调劲儿，拉开周身要松活，自然都是在转圈啊，螺旋转圈，放松震脚，然后蹬脚，穿掌，拉开，啊，这是大身法、步法、身法。拳法擒拿啊，以及他这个
彭捋挤按，它的劲儿都有啊，都有。好，淤女穿梭就讲到这儿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看一下对于这个淤女穿梭啊，它这个描述有歌诀描述啊，有这个文字描述，它是这样说的：淤女穿梭一事，上纵鲁川击飞燕，清明自然啊，这个阵脚如雷贯耳，沉重如山。前月时箭放箭，箭力弦急如流星，旋转如旋风，其快无比。身法有身法，步法有步法啊，这个禅思有禅思。那下面歌诀是这样说的：转引转击出重围，宛如织女弄梭机啊，弄梭啊，织布啊，此身直径随彼速速度，随彼速，一片神行自古虚啊。主要是讲究这个身法灵巧啊，这个拙中藏巧，看似拙，其实走的是巧劲儿，巧劲儿与内涵的修为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么第四十九式蓝扎衣啊，五十这个五十一单边六风四律，这个云手我们以前都讲过了，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讲了，可以参阅以前的讲的内容去学习。他说我们做完了，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蓝扎衣。蓝扎衣以前讲过了，那么说如何由玉女穿梭转入蓝扎衣呢？以前的蓝扎衣是由金刚倒顿的这接书式转成蓝扎衣的，而这一个呢是叫玉女穿梭转入蓝扎衣啊。我们可以分析一下，拉开了以后，那么说左手上捧啊，右手合于这个胸前，是继续往前走，啪，往前走的时候，注意这个左手往下画弧，然后往上啊，往下画弧，啪，开步，注意接住蓝扎衣式了，然后再往下走，啪，往下沉，好，注意，再做一遍，拉开，一，提，开。走，好，开，蓝扎衣。第五十三式摆脚跌叉。摆脚是一个意思，跌叉又是一个意思，所以说摆脚在上，跌叉在下啊。它的上一式是云手，它是在云手的基础上完成的摆脚跌叉啊。所以说摆脚顾名思义，脚往外摆啊，我从里往外摆，外摆也叫外摆莲啊，也叫外摆莲。往里的话叫里合，它往里叫里合，往外叫外摆啊，是在云手的基础上走啊，拉开了以后啊走，然后开定式啊。
资质也不是有那么太明显啊。现在我将白角跌唱说一下。云手的定式，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过来，哎，那么走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前面的动作是靠螺旋缠丝运过来的，注意下盘的动作，运过来的，蹬腿蹬右腿，螺旋缠丝，然后右手啊翻掌往上画弧。右掌合于这个，右丹田合于这个丹田处，啊，左手在上左上方，然后右手继续上捧，身体腰胯放松，继续上捧，捧起来，心气下沉，右膝盖看住劲儿，蹬左脚，哈，拉开，哎，眼睛。向左前方看，啊，走开，这个左手上捧，右手呢往右捋，然后再往上画弧，捧劲儿，好，心气下沉，蹬右脚，螺旋缠丝，啊，下边的动作呢就该走白脚，脚要扎稳，啊，左脚要扎稳。劲儿要合住，绷住，合住劲儿。然后当这个右脚蹬地，啊，右脚蹬地，双臂往右侧回旋，啊，右侧回旋，啪，啊，走白脚，啊，他走的是对合劲儿，不是对开劲儿，啊，是一种对合劲儿，啊，拉开了以后他要蹬地，啪合住。然后合住，啪，走开，要对合，看劲儿，可以双掌拍住脚，啊，拉开了以后，也可以双掌拍住，啊，也可以单掌，啪，单掌拍住，啊，都可以，啊，注意要点，拉开，放松，啊，走，放松，合住劲儿。这个身要立起来，不能有偏移啊！走劲儿合住，走，拍住脚了以后，一定要这个腿收住啊！双手上捧，走捋劲儿，放松，螺旋缠丝，合劲儿，阵脚合劲儿，好，提膝腹部，蹬右脚往前穿拳。回劲儿，出右拳，哎，立身中正，劲儿，走下丹田的合劲儿，随着身体往前走，虚部点地，将劲儿往前走出去，这么走的，好，这个摆脚，脚往外摆的时候。要把胯走出去，单一的脚走出去是没有力量的，所以胯啪也走出去，这样的话在实战中才能起到啊作用，才能起到作用。双手交叉阵脚，右手从上往下，那么左手从上往下，双手相合，啊，合住劲儿，身体往左旋。左旋再翻，啊，再外捧，外架，外架，啊，承上启下，从上到下，啪，走出去，啊，这走的是下劲儿，
下股劲儿，好，劲儿要走低一点，从下往上啪走，然后再合劲儿提手，提手出拳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啊简单了一些，所以他在这个他主要讲究的是一种对称啊，对称开放，对称。现在我将摆脚跌叉演练一遍，走捧捋合，转穿回旋带，好，这走劲儿，双手捧劲儿走，合劲穿回旋带劲提，好，现在我们谈一下这个摆脚跌叉在演练的要点啊，要注意的环节。摆脚由里往外走弧线往外摆，那么手往里合，也可以单走外摆啊，单走外摆，它在这个实战中是经常用的一种招式，腿法的一种变化。而当对方的拳啊向我进攻，啪，首先要看住这个劲儿。看出去之后，肯定要将劲儿往下滑琴啊，滑带引带起腿，啪，走外摆劲儿啊，注意这个劲儿要合得顺随一点，啪合啪走出去，这叫外摆劲儿，必须将胯摆出去啊，胯送去摆出去，啪走出去啊，叫外摆。那么说还是转眼身法。同样是啪这一拳打过来，啪走过来，啪又一下，可以打脸，可以打胸部，可以打肚啊，可以打肚，这叫外摆式，也可以双手接劲，啪啪走过去，双手接劲啊，带劲儿一带，啪走过去啊，走这个劲儿。总之来说，它都是一个先啊上面的劲儿牵引住对方，啪走出去这个腿，是这样的，也可以走裆部，走裆部，往外开劲，用的是胯劲，啊，胯劲。当然单手很重要，它分单手搭，啊，单手搭劲，也可以呢，轻轻的引胯一下，哈，将脚走出去，啊，走都可以。那个一出拳了以后，哈走就出去，也可以踢到这个往高处踢的话。给踢背这个后脑勺啊，这位摆脚啊，摆脚。那么跌叉，跌叉有两种含义，一种就是有意识的将身法放低去禁忌对方的下盘啊，突然低啊，啪低下去进攻下盘。有一种是被动型的，被动型的去进击对方的上啊，这个被动型的让对方啪一勾腿拉开，没办法自己站不稳。如果说你要不做这个跌叉的话，啪一下子会摔倒，所以就在基础上做个啊跌叉进击，转变自己的啊身法，是这样的。不是第一种，当对方的啊这个左拳往前一出，首先这要搭劲儿。要搭劲，啪一拳打住对方裆部啊，还有啊啪一拳打住对方中部啊，也可以这样做。那么当我看住对方看住他的劲儿，他也可以用跌叉来做啊。现在我看住他的劲儿啊，我突然勾住他的脚，啪
爹呢，他必须得用爹叉，啊啊，动开！所以周深一下子全部暴露给对方了。但你走这个劲儿，肯定要走下腹的劲儿，劲儿右臂走下腹，也可以走这个左拳上，这边一压，啪，那也可以看对方的劲儿，啪，走下，因为这是一拳，这又是一拳，啊，走过去啊，所以说你们再看一下，大，要扣。现在我扣住他的膝盖，扣住膝盖，一勾劲手，哎，他的拳要出去，那么这叫跌叉，跌叉是被动跌叉。如果说他要是不对被动跌叉的话，他实战用劲他不用跌叉的话，他还是被动，一下子就拉掉。所以说他的右盘，这右胯。拱骨啊，这个这个骨屁股这个大腿这一块必须要放松啊，必须得放松。所以放松了以后一拉，他有意识他脱下来，哎，然后再走劲儿，是个一连贯的动作，一气哈成啊，还是顺随的我的劲儿，仍然符合太极拳的特点，一拉他的顺嘴，啪，他顺下去了，拳正好在我小腹，然后后退，啪，又出去了，啊，是这样，这个穿劲儿，双手必须要合劲儿，要合住，合住了以后才能进击。